中國建設銀行亞洲非常榮幸可以連續第四年，今年我哋繼續攞到資本一周頒俾我哋嘅自選企業社會責任品牌大獎。我代表銀行感謝主辦單位對我哋嘅支持。作為一間香港首間華資銀行，植根咗香港105年啦，建行亞洲近幾年我哋都參加咗好多大型嘅慈善活動，包括今年我哋就冠名贊助咗魏無疆新晉展能藝術家嘅大匯演啦，同埋一啲相關嘅基金。另外，我哋亦都係第七年協助咗健康快車去幫佢哋為一啲白內障嘅患者籌款啦。咁另外，我哋都呼籲咗銀行嘅員工參加百萬行同埋一啲同建未來嘅活動。咁我哋希望藉住呢啲活動能夠幫助有需要嘅人啦，同時我哋都關心同埋培養我哋嘅下一代嘅。咁今年健康亞洲會將會繼續，今後我哋會繼續支持香港嘅慈善公益事業，推動香港社會共榮發展。多謝大家。